我们的那个。所以啊，世间人啊，一方面要执着自信有，一方面又要执着因缘有，是多么的矛盾啊！所以啊，他就说啊，信若是有所作者，云何有此？信若是有所作者，云何有此？哦，他说呢，凡是自信有的，自信有的自己就存在的，还需要众缘来成就他吗？他必是怎么样？无有所作啊，自信就无有所作，不需要假借别人来成就无有所作嘛。哦，虽然他这个，他这个意思是他本来就常在的，不需要假借别人成就他的。哦，非心造作的啦，他不是被创造出来、被造作出来的哦，而非什么心造作而自信成就的。他绝对是呢，不带一法，不带别的法，而就怎么样，而就成就了。假如一切法是带别法而成就，它必是缘起有的法，而不是自信有的法。所以这是什么？哦，所以呢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哦。所以我们承认缘起，而又要固执自相有。这是性空者怎么样，在他们看来是绝对绝对是错误的、哦、所以论主呢、龙树菩萨在六十如理论、他这里在《利利部论》里面他有说到，若有、若有许诸法缘起而实有、彼亦云何能生常等果。换句话说，假如是众因缘和合而有的，又是自信有，但是非常非常矛盾的，不能成立的。你本来就存在，还要假借别人来存在你，那是非常非常矛盾的，那就不符合于一切法的嘛，空性说，所以才能够什么，一切法当体即空。有是众缘和合而有，所以我们常来问啊，我从哪里来？我这个我是概念上我，假名为我，佛法叫假名安立的我，此我是色受想行识众因缘和合而有，所以在这个鸠摩罗什翻译为什么众生，玄奘大师翻译为有情。他在他的功能上做一个区别，他翻译为众生是众因缘和合生，他翻译为有情是以有情识的分别心，翻译为有情，好，这是在这里不同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我们看刚刚有他的，所以这一颂里面呢，他谈到了，这里谈的自信的定力是自有、常有、独有。我们一切的认识中，你去寻找任何一切法，没有一切法是自己本来就存在的。那我们必须了解，假如是本来就存在的，它永远不会改变哦。它一百年前、一千年前到以后、未来近未来近，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假如我是实有的话，我不应该会改变，我永远都是这个样子。哇，所以讲啊，你也别找不了某个抢迷你去，我绝对无讲话嘞。你问我，哎，我个少年，八十到十八差足济啦，有差哦，我滴有差，对吧？可是那个整个的概念呢，那个执着相啊，那么真，那么的真，肯定啊。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啊的执着创造出来的。我们的执着性创造出来的，因为我们的欲望欲有，欲有而导致了我们的需求，而创造出很多我们想要。世界上爱睡的物件是不是都因为人想要而创造出来的？是啊，包括我们吃的、我们住的、我们所用的一切，一切都是我们的欲有而成就的，是吧？那从欲有，欲是欲望而有，
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世界称为欲界？我们很多都是因贪欲而有，包括我们现在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，我们的教育也是因为我们的需要 而去改变它的呢。我们的教育会不会是永远都是这样？会因种种的时事的不同，因我们的需要欲有。那往往我们现在在佛法的一个修行上，就是要破这个欲有，破这个欲有。比如说，过去在这个古代的教育里面，给什么概念？女子无才便是德啊！你今天也讲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看人的病名，人的病名啊！现在他们读的书比我们多哈。对吧？那五彩是代表他不需要读书，你就好好的在这个女孩子就是这个该刺绣刺就是反正你卖关心这啦。可是那种概念现在行得通吗？他绝对不是除了时代不同的因素以外，他存在就是人的欲望不同嘛，欲望，所以你看，这个欲啊，会随这个欲望呢，它欲本身就是空性的，欲是众生执着有它，欲望存在。如果你不染着它，此欲望影响得了你吗？影响不了你啊，了解意思吧？欲有此本身之欲，也是非实有啊。是因为我们染着它，而此欲才产生的功能，才产生的力量。我不染着它，所以为什么佛法要我们只是修离欲？离欲，离欲叫阿罗汉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欲有，那我们再透过佛法的一个修行，到最后我们要达到是一个离欲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里面，佛陀不是跟须菩提的对话，他问啊，你是不是离欲阿罗汉啊？若你是离欲阿罗汉，你执着你是离欲阿罗汉，你就不是真正的阿罗汉，对吧？离欲也只是假名，安立为离欲本来就应该这样嘛。若你说我现在是离欲阿罗汉，那你此离欲中你还一个执着，一个离欲的离欲，那你也是更大的执着。这《金刚经》里面是这么提到，是说你了解到它一切法当体即空，你不染着它而已。谈的是在谈这个，所以一开始跟各位谈到熟处转生，生处转熟。那么生处转熟，这个熟处转生是原来我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模式，现在不习惯，不习惯是我不染着它，原来不习惯是你要行菩萨道。心不上当多么的困难，不习惯要变成习惯，无相布施，明明是我的，我已经舍给你了，可是我看到了以后爱我赏你，语言上喜欢赏，可实质上已经是他的了，可是我要怎么样的去清楚这个东西本来是我现在舍给你，我舍，而持舍当中你概念上我很清楚，这刚刚是我的啊，我给你的啊，概念上很清楚啊，本来是我的啊，我舍了。可是菩萨要修到是那个无相布施，你不会忘记说那个东西是你的，你还是记住，是你那个执取心不在，你反而更看到他拿了你的东西，而他可以做更大的功能，你反而怎么样？哎，这样就对了。所以这个那个不熟悉的地方要变成很熟悉，就是深处转熟，布施。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之，原来很不熟悉的，现在要很熟悉它。尤其忍辱，哎，修菩萨戒，那当菩萨就真的要被欺负到这样吗？真的要忍辱吗？啊，我嘛我爱民主啊，啊，你若无要甲我顾民主，啊，菩萨就叫你卖民主啊，菩萨本来就无我，无我哪来的面子？无我就无面啊，无面哪有民主？所以那个无我才真正的大面子，哎呦，
尤其就是身处转熟啊，以前还不想舍的东西，现在要舍。菩萨那身处转熟，不思此界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。你不会说，我以前布施的，我现在跟你感情不好了，我被他特得了，我看他波西，我被他特得了，被他特得了，我看他管三百万、五百万吼，我真被他特得了，为什么？我改不好啊，所以我被他特得了。你还一直觉得他是我的？不会的啦，不可能是你的，不可能是你的。我曾经就碰过这么一回啊。我半生我真无甲伊无好啊！我要来甲倒啊！我来问我事，我先来甲倒倒啊！你问我，你问你家己啊！你真正面皮只厚，搁要甲倒吗？就是我跟他无好啊，感情决裂了，我要来甲倒啊！是，你看，终身执着起那种执着性，他也明知道不是的，不可以的，可是他怎么样？那个嗔怒下，让他起了绝大的满足。可是这个心一起，这个心念一起啊，他就很难解脱了，他就没办法解脱了，他就没办法解脱了，这么困难呢。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概念上，我们在生活上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世间万法都因缘和合而生。可是在这个因缘和合生的因缘里，我们又要把它当成自信的，这矛盾在这里啦。我也知道我是因人和而有，可是我这个因人和而有的我，我又要把它当成为持有的我。你挑一点意思吗？我是因人和而来的吧，可是我又希望我是永远是存在的。所以你看世间人，我常会去求啊，长命百岁，药师经也给我们要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富贵得富贵。药师经也教我们这个呢，药师经是不是求富贵得富贵？是吧？求长寿得长寿，求官位得官位，求男女得男女。是啊，药师经也这么教啊。可是有人就曾经就受药师经求男女得男女，求不到男美叔叔啊，那药师经说什么说求男女得男女，可是求不到啊，药师经搞骗。我说药师经不把你骗，是你自己骗你自己。可是他说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，你要去看他整个文在告诉你什么？世界上最富贵的是什么？最长寿的又是什么？最高的官位又是什么？何为男女？世间人觉得富贵就是荣华富贵，如果荣华富贵可以是永远的，那过去的人到现在应该是存在啊。我到现在也该好过啊，还进那家三家，啊进三家三家人，那进过去啊三家人进那家好过，从哪里来？求富贵，佛法所谈的富贵又是什么？福报啊。没有业障的，长寿是什么？智慧。官位是什么？求官位得官，是法王啊！你要发愿成佛呢。世间谈的官位，佛教谈的是法王位。男女又是什么？世间人所传承的是血脉啊，佛法所传承的是法脉啊。但是世间语言就穷词穷了，没有语言可以来取代它，知道？借着世间的男女而说传承男女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此男女为你的法身慧命常住在世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在药师经里面呢？他是在谈的是一个，在谈的是一个人间菩萨，应世间所需要。所以在谈药师经呢，药师经我觉得那个太虚大师谈的药师经讲经，我觉得谈得非常好。为什么？那是在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谈药师经，大家才觉得珍惜可贵。在国富民强的时候，你跟大众谈药师经，他不觉得怎么样，本来就如此啊。所以在国家动荡不安啊，那个时候在讲药师经，哇，更加的难能可贵。
印顺导师也讲过，只是这两个讲记的一个，我们谈的比较之下，那个比较不是分他们哪个功力好坏的问题，而就那时候的时代背景来谈，太虚大师在那时候他在讲药师经，可能随时飞机就被鬼炸麻的炸来了，那个感觉在谈药师经。消灾解厄，消灾延寿，你在这边送药师经，你飞机被鬼要说消灾延寿，你肯定吗？飞机在飞在消灾延寿药师如来，必呀、啊！可是，在讲药师经的时候，嘿，飞机也没有在飞，炸弹也没有在炸。有人就说真的有菩萨在加持，有几个这样多好哦，那就看大家的一个感受哦。我们就谈，所以那个药师经，好，所以佛法它本来它是相融相摄，它不是说、哦、我讲这一部经，我变成是哪一个观念，我讲这一部经变成哪一个观念，它都建立在法的空性上在谈。好、哦，好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看下一个偈颂。他说法若有自信、哦、他不是法若无自信，云何有他？我都无自信啊，我对来讲就是他嘛，如果你也无自信，我也无自信啊，你看我也无自信，我看你也无自信啊，所以呢，法若无自信，云何有他心？所以呢，自信于他心，亦名为他心，自信于他性，也名为他性。我对我自己讲自，我对你来讲就讲他人嘛，好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看到他说呢，他性是依他而有自信。啊，依他起性的自相有者呢，他不像一切有不哦，他这个哦，一切有不的未来法中自体。成就、哦、所以他否认了自然有性，而承认依他有自性。所以依论主、哦、依龙树菩萨的他的批评，这不是自性见的变形而已吗？是第一个角度的变形而已吗、哦、我自己说自己不需要假借任何对象而说自己，可不可能？我在谈自己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对象叫他？对不对？我自己，我应该对你们讲才叫我自己。我假如我只是世间就对我一个，我还需要告诉你我自己吗？不需要。假如我要成立我自己，就必须在想我自己的前提必有一个他，所以。这个自信，自己讲自信，对他来讲就变成他信。这个自信，这个他信也变成是什么？对他自己来讲，他也是自信。这个他是对他来讲叫他，对自己来讲，这个他也变成什么？自信。大家了解？只是他换一个角度来执着。那龙树伯说自己是错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在谈自，比如说有。有什么必须对一个我来说有吗？当我在讲有的时候，有一个概念，我讲有，比如说有钱跟没钱，我有钱，你有钱，你我真有钱，有钱也是对你一个概念，是我而说有钱嘛。所以它就是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待的，你在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对待的一面。你讲无。对有而说，所以假如说十有十五，世间有没有一件东西叫十有或十五的？真实的有，真实的无。比如我讲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是
跟对去对照起来，我过去有钱，今无钱。我今无钱是跟过去比较起来，过去无钱，今无钱啊。也是一个概念上的有无啊，而不是长断见的有无啊。只是语言就是语言就是我们叫做词穷嘛，就是没有办法再用第三种语言来说明它嘛，只在说有啦或无啦。哦，所以我们叫做词穷。世间的语言文字就是穷尽一切，没有办法再说出来，到最后你就是变成不说啊。在第二十四品里面，到最后就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在第十八品，离一切的语言文字下，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所以龙树菩萨他这里提到，只是换一个角度来执着嘛，哦，所以他说呢。哦，假定一切法的实有自性都不可得，哪里还有这个所谓的还有这个实在的呢？一切法都不可得，哪里还有实在的他性呢？哦，所以啊，他说要知道啊，自性也好，他性也好的名词啊，是站在不同的观点。或者不同的角度来说，啊，来安立的，啊，不同角度来安立的，啊，如以假为自性，啊，以假对于来说呢，假就是他性啊，就是角度不同，我刚提到角度不同，所以自性没办法成立，他性也就没有了，哦，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离自性。他性何得更有法？有没有第三性呢、啊？离了自性他性，还有没有第三个可能？我不是自己有，也不是他有，我是第三个。第三个，那第三个有的，我那第三个可以成立所有世间都可以依第三个来成立。哇，那我们都永远都不会有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为什么？我把都口里，我把都得啥喝口嘛？可能吗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所以呢，他说，离自性他性，何得有？哦，何得更有法？若有自他性，诸法则得成啊。自他性，这个自他性就是第三性啊。自性加他性的第三性啊。假如有自他性，那一切法是什么？则得成啊。那一切法都可以成立了。我叫自性他性，自性找不到，他性找不到，那总一个自他性就是加起来的啦，就第三性，我们怎样解释第三性？有没有第三个可能性？我不是讲这边，我是第三个，我找得到吗？万法里面找不到啊！我们来看啊，有人以为什么？自性不成，他性也不成。那在自性、他性以外呢，有一个第三者，一个第三者，我们在概念上会不会常这样？我不是刻板，我是半夜人来搞我干的。那第三个是半夜才会来哦，其他时间不来的哦。半夜才会梦中教我练功夫的。我常碰到这种人，我真奇怪，这种怪人都讲一丢丢。我说你那功夫从哪里来？我不是自己学的，也不是别人教我，就是在梦中呢，有一个人来教我，那个人长得怎么样？哇，你在睡觉，他教你功夫，你睡醒了你就会了，那要搞。他可以讲出他那一套理论来，真的会啊，那就表演给我看了，哎，还真的有一套哎。哎，你相不相信他说的话的那个梦中教他的，还是他以前有偷偷学的？要去检验他，要去检验他，所以你不会受他影响啊。要么自己学，要么别人教，还有第三个人来教，那个第三个也是他，只是他在不同的环境学。而不会说我现在打坐，
前一个小时从不会，我第打坐一个小时以后，我什么都会了。我那灵丹妙药没有那么好。你这个会也是有过去多少的因缘而合而来的呢？往往我们会被这个第三者，你说在这个在中论里面会谈这个第三者，这个世间人常常会执着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分析的时候，觉得这不可能啊。可是我们在生活习惯上，我们常常会被第三个可能性给抓着走。我在我这里执着不到，我在那里，在你那里执着不到，我总会再去依赖第三个啊。人之常情啊，人的那种懒惰心，我这里执着不到，你那里执着不到，我会期待着第三个啊。在生活上也会这样啊。在生活上会这样啊，好，你对我不好，我马上要找第三个，第三个无马上第四个啊，我第三个就有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、第七个一直下去。假如你了解世间法无常，你一个就好啊，惊死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法就要谈这个哈、哦，来我们来。所以呢，有人以为啊，自信不成，他信也不成。所以在自信、他信以外呢，有一个第三信，那是应该可以成立啦，而且应该可以成立啊，这个可以成立啊，哪里知道啊，这也不能成立，为什么？不是自信就是他信啊，离了自信、他信，有第三信可成吗？那假如有的话，你先把那第三信找出来。假如你找不到那个第三的可能性，就是在现象界，所以刚刚才谈到。你说在梦中这样，你这现象是找不到你那个梦中的他，那也是你的心啊，到最后是你的心啊，不是真的有一个第三者的成立啊。假如你有第三者成立，世间所有人都有第三者成立啊，怎么独有你有？只有你有第三者的成立，那是很奇怪的、啊、因为这个法本来就是普遍性的、必然性的，你有我也有的，而不是说我的第三性只有某一个某一些特定的人而已，那就很奇怪了，不应该是这样，法不应该是这样，要么自信，要么他性，世间有没有第三性可以成立的？没有啊，没有第三者来成立，没有啊，所以他说了，哪里还有更有第三者啊？所以、啊、假定。只有诸法的自啊、哦、自信、他性，那么一切法啊、哦，有只要有他的自信、他性，就诸法也或者得以成就，得以成立。所以现在根本没有实在的自信、他性啊，就第三者自他性，所以一切法的实性也不可以成立。我们在这个法当中找得到第三，我这个笔，我不是假借这个笔的任何一个原料来成就它，它是第三个人来成立的。听懂意思吧？这个笔的原料，这个笔可能我们在概念上知道这个笔是假借它的众因缘合而成的嘛，可是我这个笔。举一个我们在新闻上比较常听到的啦，那个不是那个隔空抓药的那个吗？啊，隔空抓药，这个药不需要去从那里找的，就是空中就要什么药就把它抓来的。你敢讲？可是有些人很好奇，哇，特别的厉害嘞！我办公中要抓什么药就抓来了，然后后来被证实了嘛，哈。之前不是有人在那怎么设立出来的哈？哦，拜大尊呢，设立较大量，啊就较贵啊。结果后来被拿去检测啊，原来是什么？脱刀哈，落花生，一顶啊。那个，就是落花生那根，一球球的啦吼，一浸水就会大长啊。我的那个舍利子哦，那摆那大粒货生有够多，拖到未些就废去啊！
了解意思吧？就是有人说色蠢只会生 ，OK， 我也听过，但是我还没有，我还没有亲自看过哈。我讲实在，我还没有亲自看。有人这么说，哇，色蠢只会哇，只要生能量，能量生出生出百分之，我也听过，哇，但是我没有真正看过。哎，很多人都这么说，可是我们就开始执着那个色蠢的自信见。假如你今天的修行到最后你没有色蠢，人家就否定了你的修行了。假如以色蠢来承认一个人的修行成就于我，安尼你哪里这边往生境界，光去吐较济粒，啊，都去修修修，人就讲你有修行，不是很奇怪吗？也许色蠢是某一个修行的另一个代表，但他绝对不是以色蠢来检验这个人的修行成就与否。能不能听懂这个？假如你去硬要去说以色粒子来去哇，有些人哇有色粒子，哦，我五色、十色、几色、几种颜色，啊，你得个骨头起来才行得啊，那不是就有颜色了吗？不是那个颜色，可是有些人真的很有修行，到最后他烧一烧的真的是有色粒子，我们不可否认的。但是我们在概念上，我们在修行上要非常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不是依他的色粒子去论定他的修行与否，而是了解到他整个的生命过程当中给了我们怎么样的生活智慧。能不能了解那个意思？这才是对的哦，而不是你只是抓哇有色粒子，你看我这样高装啊。啊、到最后得到的是什么？那就是一种执取心，我们要称它为贪婪心啊。你说是下里住北派有一个法师，他就在教他的弟子的时候，哇，说啊，哇，这哪里请来的舍利子？哇，舍利子应该顶靠好啊，然后别怕。那个师傅就讲一个，你讲对了，讲怕呀。舍利子嘛，怕呀，怕呀。啊，那弟子就问说：“师傅啊，你对舍利子不恭敬啊？”他就这样，他师傅怎么样？你现在对我就已经很不恭敬了啦，听懂意思吧？他在指责他的师傅对舍利子不恭敬，他的师傅没有去骂他的，他的师傅就跟他的弟子讲：“你现在对我就已经很不恭敬了，我还等到你以后对我不恭敬，听懂意思吧？”师父他才叫高明啊，破他的执着。你对那个舍利子这么恭敬，你对你现在的师父是这样，师父就先破他了，听懂意思吧？哦，看你现在就是白啊，老马赛了，看你是师父，你也叫什么？听有意思吧？你们能不能知道我形容的那个意境啊？那个弟子看到舍利子，哇，白啊，靠眼睛，哇，恭敬到一边呢。因为那家里住不甘美，听懂吗？哎，看到他师傅，你也叫懂啊？你少跑他，啊，这师就是，师傅就要靠，只会挑我毛病。那只有舍利子对我最好，为什么？舍利子来甘美，哪有没甘白啊？了解意思吧？你能不能听懂那个意思？那他师父就去破他了，为了要破他弟子的执着，他师父就拿棍子把那个孙子敲坏。说啊，你这对我人家不恭敬，我先把他破了。师父要多大的智慧呢？一般我嘛不干，就是那个师父就干。他师父就这样，就说这个徒弟哦，拜个早的灵王，看了师父没恭敬，看了下你就拜个别人。啊，地主袂怕的，下人就总会讲的吧，去讲就要把下人就讲破，让他弟子以后无所依靠，听懂吗？那要他师父有大智慧哦，那嘛袂使我袂做啊，我不是跟你都要来做啊，那怎么破他？就好比举一个世间法，这老爸哪里教囝，阿公阿弟的心总爱教。哎，不好教哦，哎呀，哎，
得要想办法，要嘛请个阿公请一边啊，要嘛给囡仔坐一边啊，同时存在很麻烦。听我，除非你要很大的智慧，除非那个阿公啊也很有理智，除非那个爸爸也很有理智，除非那个孩子也很清楚。你说同时三个人都要清楚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呀、啊，怎么办？爸爸要教囝，阿公啊在听，怎么教啊？第三者怎么教？老爸在教囝，顾收大阿公啊出声。所以呢，以前大华是讲一个故事哦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老爸总是疼囝，但迄时是阿公咧教囝教孙的对啊，迄孙无乖要阿公管，啊这囝佫唔敢甲老爸斗，你听无？他为了要表示抗议，他自己打自己，他自己打自己啊！哎，阿公讲，啊你是哪咧头歹咧甲伊讲啊？啊你讲阮囝，我讲恁囝哈，你听无？阿公去讲着伊囝，啊，这个老爸是阿公的囝，啊，你讲完囝，我讲你囝，都跟你讲跟你，这是一个叫，就是我们的执着是这么的强烈呢。你看到的这是我的，那你的，就这样。我们就是这个懒惰的世界里面啊，跳不开。可是我们会抓到第三个来保佑，很自然的会抓到第三个来保佑。是那个第三个保佑不了你的啦。好，我回到那刚刚那个师父破那个舍利子，我们往往哦，对现在会教我们的，会指责我们的，我们觉得他怎么要这样挑东挑西？那个我每天坐在那里不会动的，不会骂我的，我会恭敬很拜啊，佛陀啊，慈悲啊，南无本师释迦佛，拜他做你经过的书。那个师父请安，那个请安的不耐烦。师父老子啊，为什么？你看那个自信劲多么的强烈，他破的是这个，破的是这个。人往往都觉得啊，失去了他觉得珍惜，那种明白。后知后觉不是我们修行所谓，我们要的是至少你要怎么样？你至少要有自觉的能力啊，而不是等到什么都不在了。那都太慢，所以那个师父要破他的弟子的时候，他弟子哇，对舍利子拜啊，加天写的灌的书写呢，那都了解了。师父要破他，就在他面前把那个舍利子给破了。破完之后，他弟子就骂师父啊，你对舍利子不恭敬。那师父就跟他的弟子讲，你现在就对我真的不恭敬，等到我死掉了，让你来恭敬，行吧啦啦，听懂意思吧？等到师父圆寂的时候，烧一烧有舍利子在，当你来拜你来对我恭敬，我也看不到。这师父这一招真的很高明哎，那弟子也有三根气，恍然大悟，哎呀，那才叫忏悔。原来我过去执着的这么样的错误啊，以为拜舍利就有极大功德。我忘了这个活佛在世嘞，是吧？以前不是有这个公案吗？有孩子很对妈妈很不孝顺，对不对？后来不是要拜一个活佛，那个和尚不是回去你家里就一个活佛，然后回去的时候那个衣服穿错了，鞋子穿错了，那个就是菩萨，一看哎，妈妈，原来妈妈就是活菩萨，是吧？我们的自信界，我们要破的这就在生活上，我们要去破的就是这一些。那有些人呢、啊，有些弟子啊，有些学佛者、啊，师父跟他讲的话呢，他师父啊，你教这个太慢，我去学了一个叫持什么做，马上有什么成就的那个最好。师父每天念他的真言，他不说呢。听懂意思吧？师父念他，哎呀，这个习气怎么样啊？那个哪里规矩，哪些要学，他就听得不厌烦。那师父每天念的真言，他不接受，
是不是念他是不是真言？真心的话叫真言啊，真言不是那边持着欧巴利巴利话才叫做真言。可是他觉得我念欧巴利巴利话比较好，比较有感应。为什么？求什么？求财得财，求富得富。师父，你念我的那个真言都是每天在打，念我这个不对，那里不对的真言，我不接受。那个真言他反而不听呢，听懂意思吧？我们用一个很强烈的直取，那直取心外求法哎，那个就是第三性呐、啊，听懂吗？那个就是自信他心的第三性。师父教我们的放下，不执着。你放，师父你在讲哎，我都放不下哎。他去求那个念那个嗡嘛呢叭咪吽，或者念什么咒语之后，突然有什么成就了，可能吗？师父的真言你听不下，你那个咒语的第三者也不会成立啊，听懂吧？你看听我法就是讲这个，我们往往会不会执着那个第三性？我不听师父的，我也不听师公的，我也不听谁的， 我有自己的一套。我会不会想要在学佛当中会不会自搞自己的一套？我这一套也不用靠师父来教我，我自己搞，反正我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，我每天跟你生活在一起，我每天跟你吃饭，我每天做我该做的事，但是我内心里面修的是第三者的法。昨天找你摸啊，这是大有人在啊。师父你怎么教，佛法怎么说，我就是不听。表面上是接受，实质上我有自己的一套，那一套就是第三者。你非得去找那个第三者，可能吗？该醒醒了吧！我往往会这样哎，往往这样哎，因为那个真脸啊，师父教的真脸都破我的执着，我们往往不容易接受，不容易接受。人家那个要我离欲啊，可是我欲望对我来讲是这么可爱啊。你叫我离欲，有点强人所难嘛、啊。所以他知道，又要不要让师父知道，又要让自己处于修行的状态之下，只好去成立第三者，无中生有的法。那修到最后，怪里怪气的，脾气也怪，做人处事也怪，讲话谈吐也怪，脑筋也怪。整个就是从头到脚都是个怪人，我们修行到最后就变成怪人了。那有一位法师讲的更可爱，他不叫怪，他说头上长疮，脚底长脓，形容他烂透了，从头烂到脚，头上长疮，脚底长脓，这不是叫烂透了吗？想一想，我们会不会抓着第三者来成立？莫须有的无中生有的法，自信。这个觉得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啊。假如你对中观空性正见清楚，你就觉得这是不能成立的。所以为什么要假借善知识呢？这个六祖大师也说了哈，菩提自信啊，世人有知啊，只因愚民不能知悟啊，虚假大善知识是道。要借善知识来教我们呢，你不能自己去自创的啦。可是往往我们在修行佛法上，很多人就想要自己去自创一个法出来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兴外道、新兴宗教、复活外道的法，就是这样产生的，是这样产生的。这里我们只是在说这个论主，就是在跟外道论的。外道就是这种主张啊，才被论主给破掉了、啊。好，哇，时间刚好呢，我们下一堂课要把这一段的这一品讲完了，应该可以了。可以，这个观念先清楚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啊。好，我们回向，愿你此功德，愿你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普及于一切。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。